今天又要去做产检了，今天可能是我们的倒数第三次的产检了，因为还有不到20天就要生了，原本是还有20多天，然后后来医生说因为水源有这个妊娠糖尿病嘛，建议提前一周催产，所以就还有不到20天就要生了，就要提前去医院生宝宝了。然后看看今天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我要去打一个疫苗，在宝宝出生之前去打一个，这个就有几种疫苗，同一针是吗？嗯。After you deliver, when you deliver, so that one is clear. 检查完了，简简单单不到半个小时吧，就是测了个心跳，然后就是量了个宫高啊，是问了一些问题什么的。然后今天那个医生的助理，他是一个会说中文的，他说他之前在台湾传教过2年。然后现在医生给我们开了一个这个处方，就是这个是一个吸奶器的处方，这边是所有的吸奶器都是在保险里边 cover 的，然后我们拿这个处方去到某个药房还是某个医疗器械店去拿这个吸奶器，然后就是我们要去打那个疫苗，它是一针有三个东西是吧，都有什么百日咳、破伤风和白喉啊，然后水源已经打过了，然后他就是在这边打的，然后他在这边打的话是保险可以覆盖的，然后我是不能在这边打的，就是我如果要在这边打的话就得自费自己花钱，大概要300刀，上次他们说的，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个卡片嘛，推荐我们去别的地方去打，然后在这个地方打的话呢，我应该是保险也可以覆盖一部分的，然后即便是保险不覆盖的话，他那边也比这边要便宜得多，可能就是个几十刀，所以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然后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就是也是防止小孩出生以后就是有什么传染嘛，因为小孩刚出生之后他是不能打这个疫苗，他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打是吧？对，过几个月。对，所以就大人都打了，对小孩也是一种保护。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打疫苗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政府机关，所以他这里要比外面那些私立的诊所要便宜一些，进来了，所以这里应该就是由他的一个疫苗中心、疾控中心，这里可以打所有的疫苗什么的。然后我们要先在这里填个表，然后再进去打。兄弟姐妹，有免疫疾病系统吗？没有，现在都登记完、办完手续了，然后就在这里等着打就行了。你看美国的这边，它是属于政府机关，这等候区也是这种铁凳子，最讨厌这种铁凳子，哪怕是塑料的也比这强。Yeah. So that's good. Okay, now.I want you to rub it,、mm-hmm. get the vaccine in the muscle and exercise it, because it's going to hurt later. It will feel like somebody slugged you.、Oh. So that's why I want you to do that.、Okay. I'd say if you feel that way, slug her, but she's cute. You can do that. 、yeah. She's cute. She's having a cute little baby. yeah.So, here's 打完了没有额外花钱，这个保险全都给覆盖了，然后他说这个的有效期是5到10年，即便是下次再怀宝宝也不用再打了，我不用再打，但是孕妇还是要再打，然后他建议我们等到9月份吧，是吧，就下个月嘛，然后到时候再来打一个流感疫苗、嗯、也是小孩刚出生容易感染，他现在是没有，但是他9月份他们就有，对，美国这边流感季是10月开始，所以他一般9月就开始打，给公众打这个流感疫苗，免费的，对，没有保险也免费的，看地方吧，有一些要钱、嗯、我去年是在学校打的，是免费的。 OK， 那我们就9月份应该就等于小孩出生了，出生了以后到时候我来打个流感疫苗，现在到这边来拿我们的吸奶器，这是个医疗器械商店，现在这里 check in， 然后就等着叫就行了。这个店应该大部分都是医院开了处方，然后到这里来拿的。
他只有这里墙上挂了几个他这个器械，别的地方就都没有了，就只剩个柜台了。我们刚才在前台登记完信息之后，他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然后我们在这里等了已经有半个小时了，还没有拿到。不知道为什么拿的这个泵奶器要这么久，终于拿到了，等了半个小时。然后这是他的牌子是吧？对。然后我看那个单据上面写的是价格175刀，然后保险是全部 cover 的。不过它有个包。哦，那还不错。这包很普通。六步包。哦，漂亮。哎，就这吗？不是说电动的吗？啊，这是插电的 ，OK。行，泵奶器，行吗？没有袋子，得自己买袋。储奶袋是吗？嗯。行。那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了，准备去对面吃个熊猫快餐。啊，等的累死。没想到等这么久。熊猫快餐，美式中餐。然后我这个是三个菜一个主食，是11.3刀。像这个，它这个是两个菜一个主食，是9.8刀。这边就都是固定的菜品，然后等于是自助吧，半自助的形式。怎么样，味道？就挺甜的，都是甜的。这个面不甜。